如今的社会是开放的，立即就出现了一些渣男，他们碰过的女人多少到连自己都数不清了，玩弄感情是他们第一拿手好戏，而自然他们也不会太过珍重双方的感情，等到该结婚的时候就会随便找一个老实点的女人，以此来方便自己，家中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那么女人们该如何识别这些男人呢？小编告诉你，图片来源网络一，爱情成为一场游戏，谁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主角。几个男人碰过的女人多了，他们的审美已经不再取决于这个女人是否有气质，只要能迅速抓到一个足够漂亮的女人就可以了，见一个就爱一个，将爱情当成了一场游戏。只因他们能迅速抓到女人的弱点，缺爱，在前期会给女人说无数的好话，但是新鲜感一过，就瞬间将这女人扔开。图片来源网络。